在你的工作当中，什么是你不喜欢但是爱的吗？我们这份工作呢属于外卖的工作，嗯，然后我们这工作也属于那种高危的工作，但是说实话，我是很喜欢，但是为了我的家人，我必须得去做。哇，好温暖，谢谢。我相信你的家人啊，都会以你为豪。你好，阿朵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漂亮。谢谢，你们也好漂亮。我不太喜欢工作，但是我喜欢赚钱。哇，不喜欢工作，但喜欢赚钱，好实在啊。阿朵现身街头宣传新歌，采访路人，问到外卖小哥的时候，他的回答略显心酸。阿朵一句话就把他安慰了，真是情商好高，好会说话。阿朵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淘汰，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，给他打 call 拉票。他还说如果能复活，会努力学好拉票这门功课。希望阿朵能早日回到舞台呀。有您站在那边让所有人去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大家首先对他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就没有选他。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会选他。没有人啊，我来。因为我知道他很有才华，而且我信任他。来吧，看吧，回报我的怀抱里。啊